在降天至48度，地底於底。對賽三方為正方荃灣烏南中學及反方特瑞女書院。9%。根據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改制報告。
出，放寬之後除去組織成本，將會為協會增加4億美元嘅收入。國際足協作為全球足球發展嘅領頭人，有責任對足球進行再一步投資。世界盃會將所得到嘅盈利投放喺足球發展入面，例如會將呢一筆錢作為舉辦其他足球比賽資金。根據國際足協2022年發展同埋教育投資預算報告，有7億美元嘅盈利都係用於足球發展上面，當中有4億美元用於舉辦足球比賽。過往嘅冠軍收入，據其2018年嘅財務報告，總共有1億600萬嘅美金用於推動校園足球計劃，包括為足球發展落後嘅國家添置足球其他教材，惠及全球超過7億嘅兒童。可見冠軍之後嘅增加嘅收入，令到國際足協有更加多嘅資金對足球進行再投資，從而推動其全球發展。最後想問日本同學，世界盃過往咁多次嘅冠軍，係咪都唔應該做呢？如果係嘅話，咁點樣增加其他國家加入世界盃嘅機會呢？多謝各位。冠軍預辯論時為3分53秒報告時同最後分，跟住落嚟係反方。就業，但涉及龐大嘅經營
現回答問題，並且打斷對手嘅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攻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攻辯一方可以即時提出。評判認同可以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攻辯一方完成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寫攻辯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係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照發言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問分數。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攻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作證。正方攻辯開始，你有兩分鐘時間。有冇同學參賽國家咧？係咪越少越好啊？係。就如果參賽國家唔係越少越好嘅話，點解而家唔應該講咯？因為而家蓋到個外邊嗰陣利益方面。好啦，有冇同學答我啊？世界盃嘅理念係咪要俾更加多人參加呢個世界盃？冇錯，係真係會令到係會可以。係啦，有冇承認係要多一人參加世界盃啦？再問有冇國際足協有冇責任推廣足球？有責任，但係今日好啦，有冇承認有責任啦？再問有冇世界盃得兩三隊點樣推廣足球？有冇今日嘅推廣足球嘅定義唔係淨係推廣呢兩隊三隊？係唔係推廣兩隊三隊？但係有冇同我講話，因為錢，所以我哋唔肯放軍啦，因為唔夠資源，可能主辦方攞唔到啦，所以唔放軍。咁我有冇話得兩三隊咁樣擺喺度，咁樣咪使最少錢咯？咁成本最低，係咪就應該咁樣做？有方頭先我哋見到嘅問題就在於佢嘅錢根本就已經係走。好啦，有方頭答我得兩三隊喺世界盃度咁樣支出就最低，咁樣係咪應該要扣翻得兩三隊？應該。好，我都承認咗唔應該啦，所以有方頭立場吊軌啊，又想推廣足球啦，又唔俾呢班人參與世界盃啦。再問有冇過往咁多次放軍係咪都唔應該做？應該。有冇啊？頭先唔係答咯，過往有冇自己都承認咗，得兩三隊嘅世界盃根本就唔應該係根本推廣唔到足球。咁過往如果世界盃都自己嚟咁放軍唔到，咁而家點樣足球收睇人數提升？有啊，今日兩個位置根本就唔能夠對比，因為成本。有冇答我啊？成本上升同推廣足球有咩關係？有方同學可以直接答我啦，而家有冇推廣到足球先？睇足球嘅人數有冇多咗先？多咗咁樣。係啦，有方承認咗睇足球嘅人數多咗啦，所以有方同學立場好簡單啦。佢一方面咧要推廣足球，都承認推擴個軍之後的確多咗人參與足球，但係咧又唔肯去推廣。再問有方同學，誒知唔知道1998年擴軍之後外圍賽嘅參加人數多咗幾多？嗱，有方同學今日又開始答。多謝各位。今日
兩個字組，今日有方同埋立場佛系。哦，原來有方同今日講到尾都只係睇錢嘅啫。喂，而家咪繁榮安定咯，做咩搞亂個世界盃啫？但係咧，原來有方同咧喺公辯嘅時候就話，原來係同意今日足協嘅目標係要發展足球喎。但係咧，如果唔破軍嘅話，又點樣去發展足球呢？難怪今日我訪問有方同，喂，以前咁多次破軍係咪都唔應該做咧？有方同都解釋唔到啦。點解有方同學會有以上嘅立場呢？佢就係、是。第一，有方同擔心咧，因為主辦方可能會虧蝕喎。但我哋講緊嘅係佢嗰個城市或者國家嘅收益，唔係淨係計緊嗰個比賽嗰刻嘅收入本身，係計緊聲譽，甚至乎長遠嘅經濟發展。好似卡塔爾咁樣，佢2022年、2023年就係因為世界盃預計經濟會增長3.4%。但係有方同學嘅邏輯，喂，我哋只係應該搞兩隊最精彩嘅比賽，而唔係應該有32隊一齊去，因為有呢個世界盃而可以共同去發展，有機會去鍛鍊球技。有方同學邏輯，連超聯今屆都加咗4隊啦，係咪有方同學邏輯，連超聯都應該唔應該擴軍咧，淨係維持2隊，咁就可以係最精彩呢？我哋不如睇下海際點樣推動足總嘅量表，先睇全球發展。原來現時大洋洲嘅賽區只係得0.5席嘅啫，代表澳洲即使勝出咗大洋洲嘅聯賽，都要再戰勝第二個賽區嘅國家先可以入圍。所以澳洲就喺2006年開始唔再參加大洋洲嘅聯賽，但係改制之後咧，唔同地區嘅名額都根據比例開始作咗調整，令到大洋洲要有翻完整嘅1席，非洲由5席加到去9席，亞洲國家由4.5席加到8席。歐洲國家就只係由13席小幅增加到16席，俾到更加多非主流國家有機會參加決賽周，從而拓展足球喺非主流國家嘅影響力。再睇可持續發展，喺1998年宣布改制到32隊嘅時候，埃瓜多爾同埋塞內加爾足球隊喺第二年成功進入決賽周，並且喺2022年、2002年嘅世界盃上面分別獲得咗超過1000萬同埋1200萬嘅美金獎金資助。而塞內加爾更加喺當年世界盃期間，同法國足協簽署咗一份合作協議，包括由法國提供球員訓練同埋教練嘅培訓。進入決賽周嘅曝光度就可以令到呢啲球隊得到唔同嘅援助，去持續提升佢哋技術水平。但有方同學今日完全唔同我哋講呢啲嘢，佢哋完全咧今日有方眼中咧係唔會去睇嗰啲國家球隊嘅發展，淨係同我哋講話會唔會揾到錢。但有方同學其實唔解釋唔到，因為賺錢蝕錢呢啲其實同我哋嘅今日又係有何弊處？一個比賽自然有蝕有賺嘅咧，咁係咪一定只有賺嘅時候呢個比賽先至應該搞咧？有方同學都講唔過啦。有方同學最後咧同我哋講啲乜嘢？同我哋講話，喂，擔心其實唔係咁多球隊可能可以受惠到嘅啫喎，可能以前一次講啦，12隊入面得7隊可以受惠於擴編。喂，你由13隊加到24隊，有7隊受惠於擴編，咁樣唔係已經好多咩？定係要24隊全部都受惠於擴編，咁樣先係有方同學想要嘅擴編嘅效果咧？多謝各位。用為3分0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第一副有3分20秒，準備好可以繼續試驗。在位大家好，嚟今日先嚟回答翻正方主辯嘅問題啦。今日佢哋明問我98年24隊至到32隊呢種咁嘅抗乜係咪可以做咧？問題就嚟啦，98年法國世界盃決賽周成本28億美金，舊年卡塔爾2200億美金，24年嚟增加咗80倍嘅時候，主辦方負擔冇辦法對比嘅情況下，
咗先。好啦，我又嚟睇啦喎，有班同學今日同我哋講全球化，可唔可以全球化就等於唔公平咗咧？有班同學今日所謂嘅公平或者全球化，講白啲就係犧牲咗歐洲、南美嘅全嘅強隊，去增加亞洲、非洲、加勒比海嘅國家數目。而今日我方只加到48分，依然睇到有排名嘅國家入唔到決賽得，有班同學反對唔到噶。所以有班同學，我哋因為見到有班同學打住公平兩個字旗號，或者係全球化兩個三個字嘅旗號，表面上好似係增加緊世界盃嘅全球性或者公平性，實質上其實係維護緊世界盃作為一個頂級足球比賽嘅一個宗旨，去誇大緊全球足球勢力嘅全球足球實力嘅一個差距。我話有班同學根本從來冇講過公平性嘅標準喺邊度，淨係講實力，用足球。用世界足協嘅全球排名，前48隊有32隊係歐美同埋係歐美嘅。咁請問你俾22隊入決賽周，剩翻嗰10隊喺邊度咧？增加咗48隊，亞洲增加4隊，北美增加2隊，於是亞聯又排72就可以入到位，奧地利排32，同埋阿瓜多爾入41，排名41就出國中青嘅。有班同學今日嘅標準喺邊度咧？今日我方即使成日係賺多咗錢，但係急劇成本急劇上升嘅時候，有方同學就必須要同我論證正當性同必要性兩個方面。多謝大家。三分第一判決判為3分0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跟住到零分第二判決。主席評判最後一位，今日用4個字作結，有方同學嘅立場，整理球迷。今日有方好簡單㗎，就係話咧贏咗啲球隊啦，累積咗咧就話原本已經可以入到，輸咗啲球隊咧入唔到啦，就話係因為世界盃蓋量喎，所以就嗰入球質素下降咗。可以好簡單問有方兩句啊，世界盃嘅強弱係咪就係睇國家排名就係最簡單咧？原來日本、國際甚至乎冰島等啲國家喺排名都相對靠後㗎，但係我見到啲乜嘢啊？我方前場講同你講，日本多次拎到世界盃嘅16強，甚至見到而家反勝德國、反勝西班牙，冰島咧曾經都俾人俾睇好㗎，係個偏僻嘅小國家，甚至乎俾人認為根本發展唔到足球。去到而家，佢曾經可以同世界強隊阿根廷打成平手。有話我如果真齊曬，淨係睇排名，咁樣係點樣發掘到呢啲國家？係咪呢啲國家成為黑馬，打成平手，甚至贏到拎咗冠亞季軍都唔得咧？係咪都唔應該係望穩定佢哋發展嘅機會咧？所以有翻我最後嘅擔憂係乜嘢啊？我根本就從來都冇反對我今日停辯題㗎。佢只不過同我哋講啦，可能主辦方會虧蝕啊，可能貪污嘅問題啊。但睇翻先，有翻我舉出嘅例子係乜嘢？2022卡塔爾世界盃，原來2022卡塔爾世界盃佢正正就係而家32強冇抗軍過嘅成果咯。既然冇抗軍之後，原來都有呢啲問題嘅話，有翻我呢啲論證嘅責任，有翻嚟正正咪論證俾我聽，點解48強之後呢啲個問題會更加擴大？所以去到一個問題啦，今日條辯題咧係條利弊比較嘅辯題。今日有方根本就冇進行過任何嘅利弊比較，我哋不妨從兩個立場睇一睇咁樣條辯題。首先第一就係世界盃對於國家嘅意義啊。今日我方今年都問過啦，原來見到咧世界盃咧破軍咗之後，有成足足70隊隊伍加入外圍賽。咁我再甚至睇到頭先嗰啲冰島日本啲例子，有冇我睇唔緊要，再睇埋塞爾維亞。我哋今日唔單止係講緊單世界盃入多咗人睇手，係提升咗氣氛。我哋見到從2002年到2017年，足球運動員嘅數量咧，因為參與世界盃，從約20萬人達到接近40萬人，增加接近超過一倍。多咗球員參加，多咗培訓運動員，甚至多咗唔同嘅基金基建，建立唔同嘅運動場。呢啲咪正正係冰島賽內加爾呢啲國家原先原地看好，根本就冇參加呢啲席位嘅機會。有冇我喺度？抗軍嘅情況底下，我哋有冇可能見到日本反勝德國呢啲咁精彩嘅畫面、咁精彩嘅賽事咧？有冇根本就解釋唔到。所以講到底啊，係發要呢啲發地方發光發熱先可以成得到成個足球嘅發展。第二啦，足協點樣回饋翻足球社群？原來我哋見到啦，有科學今日對世界盃投放喺國隊嘅資源啊，根本係避而不談啊，淨係一味講貪污等等。試官問有科學論唔論證到貪污呢樣嘢？原來我哋見到世界盃正正係有足球發展計劃、隊伍受惠計劃等等唔同嘅計劃，世界盃嘅支出咧，同我哋講啦，有成20億美元啦，係投放喺比賽度，有成接近7億美元係擺喺落唔同嘅發展計劃，呢啲等等，為就係回饋翻參加世界盃嘅隊伍建立配套咯。多謝各位。跟住輪到反方第二判決，你有3分鐘時間。
間，而唔係主辦國自己收翻咧？第二，有方同學就聲稱話多咗國家就係等於好。第一，我方見到嘅就係咩咧？就係有好多國家都唔會打到去最後。而家我方見到嘅就係有11隊國家隊入咗一次世界盃決賽之後就冇再入過啦。咁今日有方要論證嘅就係、是、入到決賽之後對於足球隊嘅地位究竟有幾多？第二就係佢拉開能力嘅差距，七隊入邊只有兩隊喺現時世界排名位置係首32名，可以見到擴充決賽之後對於提升國家隊嘅實力成效輕微。所以有同學都係嗰句啦，要論證翻入到決賽對於足球隊嘅地位具體係乜嘢？其實正如我方主編第二個論點所講，即使打入決賽之後嘅隊伍都未能提升到足球嘅水平，例如南非喺1998年嘅外圍賽小組首名入圍，排名第19名，上屆外圍賽出局，排名最跌到第66名。如果今日要提升到國家實力嘅話，就要應該直接投資落嗰個國家嘅足總度，而唔係俾佢哋喺世界盃打一兩場就算數。所以咧，我方想問有方嘅係就係、是，因為有方嘅你究竟你要衡量翻入到決賽之後對嗰個國家嘅足球隊嘅你具體有幾多？有虧損、有賺錢，呢個好正常。有咩問題？係乜嘢弊處咧？有幫助我，唔該。
交咪三個紅包咯。原來有科學咧，而家咧係連世界盃擴軍之後咧，唔倒退翻啦。所以有科學答題好簡單啦。我哋殺睇 scan 市問題，咁而家咪倒退翻咯。有科學咁樣係咪就理想中最好嘅理念咧？再問有科學，足球係多人踢好定少人踢好啊？唔係，所以今日有科學就話美國啲國家，美國係全球最大嘅經濟體。收入會係幾多？不如計翻條數俾我聽。哇！所以有分行金係完全答唔到。美國作為一個最大經濟體，都要合辦嘅時候，點解之後有咁多國家根本都搞唔到？所以有分行今日答唔到啦。好想問下有分行今日同我講持續性嘅問題，請問入到決賽之後有冇實質好處？咁我頭先已經不斷答你成個世界都有好處啦。不如有分答我啊，點解合辦有問題？既然有分行今日最大嘅擔憂啦，都唔係話係咪可以吸引到人，係咪可以提升到資金？不如同你講合辦嘅問題，不如幫我同兩性啦。點解有問題？唔係合辦係一個問題，因為見到合辦唔係問題，但係見到今日個成本係問題，呢個其一。第二就係想問有幫問多一次，究竟今日入到決賽個實質好處喺邊度？成本多咗，收益唔係多咗，所以最後尾問有幫人一句：而家足球發展係咪已經完成咗啦？嗱，出到我哋有幫今日承認啦，成本多咗，成本邊個食㗎？咪就係主辦方食咯，但係啲利益邊個食？咪就係足協食咯。第二就係今日想問有幫所講嘅利益邊個收？你不如解釋俾我聽，點解所有收益都係嗰個足協食啊？所以見到今日咧，原來係足協會收翻曬所有嘅利益，並且原來國家就算買咗啲嘢，想問有冇咁？如果今日就算旅客去到嗰啲國家，原來佢唔可以收翻啲税嘅時候，國家點賺錢？好啦，有冇我嘅立場咧？其實好清楚噶，我哋要發展，要推廣，但係又唔肯俾人參加世界盃，跟住同我講有收支嘅問題，當我方不斷問到收支係爭幾多，有冇數值都交唔到俾我嘅問題底下，不如問有冇我一句得罪強隊睇世界盃就勁，定係成班人一齊勁咁樣好啲啊？長遠提升有幾大質素？冰島打世界盃之前，有冇人覺得佢可以追平阿根廷？唔係好簡單，有冇你呢啲例子有幾多個？咁我可唔可以見到場場都有咯？冰島、日本、塞內加爾等等呢啲作為例子。今日有方同我方見到嘅就係呢啲所謂嘅黑白有方同我呢啲只係一線小數。今日見到中國2002年外圍賽出線，淨係得過一次。上屆外圍賽十場淨係入得出一場，連越南都輸埋。請問水平提升到幾多？好啦，有方最後嘅邏輯就可以講啦。你贏咗就係因為好咗，但係咧輸咗就係因為呢個質素就差咗。不如再問有冇一句啦？你竟然係咁嘅話，呢啲隊伍需唔需要培訓同埋需唔需要時間？嗱，好簡單，今日需要培訓，但係見到原來有幫所講入到決賽圈嘅例子咧，係原來講緊話淨係得兩隊呢啲例子啦，並且呢啲兩隊係全球前32嘅時候，想問其有幫個七隊以外嗰啲嘅球隊嘅時候，點樣去攞證明咁算？有幫到成日要資源啦，但呢班國家如果咧入唔到世界盃，連世界盃外圍賽都唔入唔到嘅時候，都唔肯去入，根本冇資源俾佢。呢個門檻咁大，咁大，職位咁少，咁呢班國家又有啲乜嘢誘因去發展世界盃啊？有冇成日今日沙爾之後嘅嗰啲球隊入咗嚟，只會拉開能力差距？有方同學，不如你答翻俾我聽，如果唔係擴軍日本啊、埃瓜多爾啲國家，會唔會有機會發展？梁聰解啦，有方由頭到尾都講唔到，究竟入到決賽圈有啲咩好處嘛？所以想問多一次，今日原來嗰啲國家入咗去，又好渣嘅，拉開咗能力差距，對於成個足球發展有啲咩好處？足球比賽入邊一定有強有弱，唔係一定全部只有強隊先可以搞一個比賽。係啦，所以我有方數據，今日要擴張到幾多隊先為止最好？有方同學咪同你講48隊啦，48隊平衡到資金，平衡到唔同嘅因素，甚至可以平衡到質素嘅。多謝各位。反方上月時間為13秒。歸自由派出辯論發言。出第一名有方論證唔到必要性。第二樣嘢就係持續性問有方今日之後邊個主辦？有方答到原來幾多啲有資質，之後嗰啲點樣去搞世界盃？第三就係有方從來冇論證過，今日入咗決賽圈有啲咩實質嚟證實？多謝大家。反方嘅發言時間亦都已經用盡，自由辯論嘅環節就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現台上邊人未曾發言？而家係辯辯嘅環節，雙方辯辯有1分鐘時間準備。
發現誒呢、這個預備嘅時間結束，先請反方嘅辯辯，現時有四分鐘時間，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可以。主席評判有方同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咧就同我哋講話，當咗國家咧就等於好大，就從來都冇論證過，其實入到去決賽邊係有幾好咧？有方同學今日就可以有一兩個例子，就話咩冰島可以入咗去之後就可以提高水平喎，但係咁樣係咪都叫推動發展咧？我哋原來見到有例子就係話排名74、72嘅亞聯隊入咗嚟踢之後咧，咁個水平就嗰個比賽嘅水平低咗好多啦。咁我喺阿根廷同呢個亞聯隊踢過，咁其實就會令到成個世界盃嘅聲譽呢個世界最高水平最具影響力嘅比賽都會變少咗啦。咁之後有方同學就同我哋講話，會有金錢西可以推動足球發展啦。但係當西流落到官員嗰個袋，或者去咗去企巴西嘅巴士站嘅時候，所有前景向向都唔清唔楚。咁其實足球員實際上得到嘅利益有幾多，冇人知。佢係咪可以推動到嗰個足球員嘅一個質素咧？冇人知喎。咁咁樣就唔幫嘅足球發展啦。咁我翻前場已經提及到貪污嘅問題係非常嚴重啦。前官員蔡普拉特將198万欧元資金作私人用途，有方同學覺得收入越多，其實貪污數字越大咧。咁其實咁樣即係有獲咗48歲嘅時候，呢個問題越嚟越嚴重咯。咁有方同學都冇搞清楚自己論證嘅責任，好似證明確完之後，佢嗰個收益係會賺幾多，會幫到幾多，有邊啲人係可以係有利處嘅咧？再講啦，我哋問到話發展到幾多隊先叫好啦，先叫足夠。佢就話有方同學就話48隊啦，但係有48隊只要但其實咁樣都係唔會用立曬全球嘅國家啦。咁係咪咁樣今日答唔到有方同學所講話要氣氛好咧，多啲人支持咯。咁我哋而家見到嘅問題咧，就係成本越嚟越高，國家獨立承擔唔到舉辦所需嘅費用。我哋問到邊個國家搞到佢唔答唔到，就淨係話美國。如果可以合法，新美輪舉辦世界盃嘅可行性係好低嘅。咁有方同學今日又講到公平性啦，但係咁樣其實對於一啲歐洲嘅國家係唔公平嘅。根據而家排名前32嘅國家當中，有17隊係自歐洲。2022年世界盃有4隊入唔到港運名額，嗰啲全部都係例子。咁希望球隊下已經存在啲問題，爭隊之後有方同學係想犧牲咗幾多隊有實力嘅球隊喺去接納其他州份嘅球隊。一啲低水準、唔講實力嘅比賽，去降低呢個世界盃嘅聲譽咧。繼續講啦，有方同學就講到話要提升關注度，可以多啲遊客支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即使有提升咧，都唔持續提升喎，最多係打決賽嗰陣時出局落市啦。咁我哋以沙特阿拉伯為例啦，佢最後都打唔到決賽，咁係咪就好多人關注咧？咁我哋再土耳其為例，佢曾經大致打入世界盃決賽，但係比賽之後就冇再有成績。而家歐洲區嘅球隊排名頭40都冇，所以即使加入咗決賽周，都未必可以提升到關注度。增加咗嘅球隊唔似世界頂尖嘅亞根廷、法國咁樣，佢整體發展利益唔大。即係我今日見到嘅就係足球發展講求嘅係關注度幾大，而係持續性。所以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咧就。就係香港國家氣氛多啲人支持，但其實咁樣係咪就係幫到嗰個國家當地嘅足球發展咧？我哋而家見到世界盃已經係好氣氛，好多遊客過嚟，咁所以總括而言，當球隊踢得攰嘅時候，國際足協搞得衰，嗰啲錢又落到足球員身上嘅話，嗰、那個國隊意義何在咧？所以今日變成成。正方辯辯就發言，有4分鐘時間。
立場矛盾。嗱，咁有方配合嘅邏輯就係世界盃越細越少錢越好，所以而家剩翻兩隊爭冠軍，越細越少錢咯。所以原來有方係甚至反對緊決賽周原先設立十三隊，因為其實十三隊使嘅錢一定多過兩隊噶嘛，所以有其實講過去第二可能性。嗱，今日有方都承認世界盃有越多國家參加越好，亦都同意曬我方所講可唔可以避處，而且亦都舉唔到點解要唔做冠軍，佢只係。擔心人收支唔平衡，但係原來今日有方提出嘅虧損、貪污以至場館空缺嘅例子，都係發生嘅喺三十二隊嘅時間入面，唔係四十八隊嘅時間。可見其實而家有方唔係反對一片旗，而係擔心其實國軍嘅備儲有幾大。另外，有方提到話而家主辦國難以承擔，但係如果依有方嘅立場所講，而家點解仲有咁多嘅咁樣國家要爭住做主辦方咧？我其實有方嘅擔憂都。第三，足球嘅未來發展藍圖，當今日有咩理念同大家都站唔住嘅時候，我哋不妨睇下足球嘅未來發展需要乜嘢。原來今日有方淨係緊嘅資金問題，根本唔係論證緊擴軍之後對未來足球未來發展嘅弊處。今日有方都從嘗試喺商業或者報告呢個範疇作利弊比較，所以我方都曾經將有方擴軍之後對足球發展嘅弊處，不過有方都冇回應到。可見其實今日有方原來一直都忽視咗擴軍先係令足球好強及有資金發展嘅元素。其實我方都會出唔少例子，例如足球發展計劃、俱樂部撥備計劃等等，即係擴軍之後都有幾多國家參加，以及都有幾多錢用於發展足球。可見有方論證唔到擴軍之後會有不利足球嘅未來發展。咁啊，各位，原來今時今日得以發展，其實就係因為而家多咗比賽同移民更加普及。但係當今日有方講求資金嘅時候，唔通連而家便超聯都應該減少席位，只係剩翻兩隊角逐冠軍，咪就係使最少錢？
有主要好輕微嘅睇過一啲好簡單嘅。點解我講呢樣嘢呢？我今日呢場比賽咧，比個平第一場咧係會更加難處理。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我相信正方同學我唔知道嗱，我相信你捉到反方啲嘅打法上嚟，但係今日好明顯咧，我會覺得喺我一個認知同面對處理上面咧，因為反方嘅主線策略咧係一個，我覺得要好有技巧嘅主線。而呢條主線要發揮嘅話咧，係需要一個好清晰嘅表達嘅技巧。反方主面，我相信你好清楚呢條主線，但係我想俾一個意味，快唔等於可以有氣勢。我覺得你今日你係盡咗好大嘅努力去嘗試演述你主面時候嘅主線，後面各位同學都有嘗試解釋你主線，但係我覺得係中間有啲推論係需要解釋多清晰。而是需要慢一點，所以如果你要發揮得到的話，這條更策略的主線的話，你需要在演說的時候留意語速，每一句句之間中間的推論都會是 OK。 如果不是的話，今天正方很容易，我今天正方相對容易呢，用一些簡單的方法就告訴你，今天你們反方是沒有嘗試提出一些弊處，就可以跟評判說很容易有上面判，你們今天反方是沒有論證的，大家反方是論證的東西，他沒有弊處呢，我覺得弊處不是沒有，但是不是很出我這樣的，我自己的觀感，即是我代表全部評判都會是，所以我覺得是我才想說的資料上運用，我相信反方看的東西應該都不少，但是反方的主意上面是很有心機，覺得很有策略的時候，發唔發得到咧？要視乎即係我一個唔係好專業嘅球迷，我聽眾嘅時候接收能力有幾強嘅？呢個位我想俾翻啲 feedback 反方同我知道，因為我覺得唔好話，因為我將分子上可能反方嘅落上低分，等於你哋嘅所下嘅心機係同樣嘅，我呢樣嘢想俾翻啲正派反方同我鼓勵少少嘅。好啦，咁咧呢場比賽發生咩事咧？會係我覺得嘅係反方嘅主線喺正方嗰度。你哋嘅反駁咧係 OK 嘅，你有做到利弊地價。我覺得喺頭先嗰場評論嚟講，喺一場嘅賽制入邊，你已經做一個正方嘅反駁，係回應上我覺得係合理嘅。反駁唔係好有明顯嘅利弊地價，因為反駁我覺得唔夠清楚。因為我嘗試從反駁嘅主意出發嘅話咧，反駁開頭講嘢就在於根本上而家冇需要增加更加多嘅錢。因為已經夠 ，OK， 所以加係冇必要性。因為反方開頭主面咧背景唔同啦，因為正方主面講曬啦，即係你論證必要性、論證有效、論證利大於弊啦，三翻其實反方俾三把尺你哋用，咁所以你哋都應該壓得到地方就係在於反方係講話啲錢係唔需要，所以你哋會講錢咯，要講錢點樣做咯？會係你講啲錢係點樣去要增加多啲？而家發展唔係完咗嘛？你都成個話。而家做法之前係完咗嘛？你 B D 有講嘅，但係如果反方再問深一層，佢講個錢嘅問題，例如佢中間又滲啲足協曾經貪污啊，去到後場嗰邊嚟講又啲錢落唔到去球地方國家嘅足協嗰度啦，甚至中間又講話啲錢點解唔落主辦國啊？主辦國要埋單啊？啲錢俾曬足協啊？會係即係所以反方其實佢不斷問嘅一啲你哋問嘅好多成效啊。啲隊嘅排名哇！你入咗世界盃再爭一次，中國或者其他國家都好啦，佢之後係唔會跌跌跌跌跌跌。嗱，呢個咧係一個好複雜問題，我唔想糾結，因為雞先蛋先問題，即係入咗係有足夠能力入到世界盃，定還是佢係入咗世界盃之後先增加足球嘅興盛咧？呢個係雞同蛋嘅問題嚟。我可能一個月比賽，我自己唔係球迷，我教我間都係女校嘅女仔，佢都唔會明白。即係仲細細問，我嘗試琴晚都問阿克羅地亞，當年九八年入世界盃決賽之後，發俾佢啲評論翻，原來之前喺啲地區嘅國家盃都有一定成績嘅喎，咁應該就唔係因為入咗第一次入世界盃之後先再有成績，即係呢個因果關係冇得拗嘅，佢係大家反方嘗試挫你啊，嘗試話你一嚟不成嚟啊 ，OK， 然後嘗試帶出嘅你要快足球嘅話咧。入世界盃上周加到48甚至64，應該都冇幫助，因為佢入咗一次之後咧，佢入唔再翻去咧，再入翻去咧，有機會排下跌嘅。咁
得反方做嗰啲嘢就係咁係咁挫散你哋嘢啦，會係。咁所以我今日你嚟講喺呢位回應上面咧，你哋唔夠嘅部分啦，即係你好容易反方呢邊就係好難答得來雞同蛋嘅問題，因為如果你問我嘅話，起碼真係有翻個可能咁多近十屆世界盃，十年喎，十屆世界盃分析曬所有資料先可以回應反方嘅質疑。所以我會覺得你問我好難做，我唔可以話你答得唔好，所以我唔俾分你。我覺得嘅我自己嘅評價。咁所以日本我判斷唔到啦，所以我唔可以話反方話 DNA 計劃同你哋所講日本有票質之後咧，呢、這個我係打我啦，出頭啦，即係答唔到你。咁所以我覺得今日正方頭你做咗嘅能力上就係、你回應翻反方喺主線上好似嗰個背體擺住，但係佢有一啲嘢，但係回應唔到。所以我俾翻正方頭建議就係、下次如果再策略上會諗一諗反方有冇啲新推進嘅嘢咧，會係，因為反方主線咧去到後屘二庫咧會清楚多少少嘅，我覺得係。但係去到正方二庫或者去到後場 B 啲嘅話，好似有冇嘗試去大打啲位喎？你哋回應上咧又可以重複翻嘅，所以羅分咪我俾定咗分數咪唔再推咯，即係個推論同埋個邏輯分唔會再推進上去咯，會係。咁所以我覺得嘅係。今日的策略上面，我覺得是反方的主線上面有一些叫做策略的地方。但如果你問我的話，你其實開了很多位置的，但其實正方又不是真的很有力回應到你的那些位置。如果你能夠梳理翻一些有利你們自己的地方，再追問、再追擊你條主線的話，會更加大的幫助。雖然我覺得正方係咪冇嘢回應咧？如果你反方後屘，我可能有啲位反方開始開一個新嘅話題，大家冇搞，就係世界盃究竟48隊應該點選出嚟？因為反方喺後屘嘅時候咧，開始講嘅係有少少嘥出到講變態啦，變態就係話而家有啲可能分洲際比賽分咗名額去得噶嘛。有些其實全球排名48以外的球都入到去48呢個比賽周嘅喎，嗱你聽到一樣聽到啲嘢嘅喎 ，OK， 咁所以咧正方又冇好回應，但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唔係好重要，但係有啲關係，因為反方想講可能係嗰啲國家入咗去一次之後重演遺計嘛，你想帶出呢個信息嘅話，但係我覺得嘅係如果你再講得多啲嘅話，我覺得你呢啲位置就在於係究竟你覺得世界盃係咪應該分州份去劃配啊？你會係，因為你上次即係已經抗議，因為我覺得呢個咧，我有開一個核心嘅弊處，就係話可能導致嗰個嘅質素會下降咯，會係，因為你可能講一啲反擊嘅時候，用啲好特別字眼。犧牲歐洲的南美的球隊的利益，我覺得很奇怪，我聽到很咬到我自己教育文，即大家覺得的應該是我們應該平均均平的公平參與，所以才一直是按州份去劃分配額啫，甚至對主辦國都輪住同州份，所以今次去到卡塔爾啦，會所以我覺得會係，如果反方你哋覺得有啲更加強的弊處，可以褪早少少講出嚟，因為我就咁聽我咧。反方開頭很多主辯還是質疑了啲利處，個弊處不是很清楚，我喺中間好零碎揾翻出嚟。譬如你所講的可能啲冇將來冇乜國家能承辦到啊，你個弊處成功會增加。佢後屘開到緊，可以多少具體啊？可能啲排名影響咗，即係亞聯有啲可能七十幾名喎咁樣係。所以我覺得反方嘅弊處是有，但係我覺得嘅係好零碎。可能你策略上，所以我可能我到最後都聽唔到你主辯想做啲咩，可能係我嘅另一啲問題。但我覺得如果下次可以做的話咧，會將啲嘢可能喺表達上面冇咁快嘅語速啦，或者可能清晰翻啲因果關係中間嘅推論嘅句子啦，會係令到嗰個嘅弊處發揮翻一定嘅效果高嘅。如果唔係嘅話，我今日我自己問我嘅話，我覺得正方好容易話你哋嘅弊處唔出，冇做到比較，而可以俾正方好容易蒙混過去嘅話，對反方我嚟講，我覺得俾你嘅建議係一樣。所以正方我就話。我不知道你們對反方的主線有沒有預計過，應該無理，我覺得，因為大家應該會估計反方會講的運動員好體能健康啊，永遠扶不到啊，或者其他即都可能講錢，錢不能夠令教練健康，或者講其他，即我覺得如果你們
其實你回應係純粹回應對方主線上冇具體位置，呢個回應。但係當反方一啲資料上嘅運用上面，你係今年有一個困難就係在於，我相信你哋嘅資料搜集上面應該唔會針對呼問反方嘅打法去揾相關資料，所以我覺得下次可能準備嘅時候會準備多少少，尤其是你個利不成利嗰個位，因為嗱，佢圍住冇咁多嘅回答，你個利你圍你你個利處啦，你應該要回應多少少，例如日本呢個 case 拗好耐啦，其實你有責任提出先噶嘛。日本呢個 case 上，你應該你話咧，真係佢由細，即係其實我琴日都嘗試幫學生睇呢部咧，維基最即食嘅料啦。嗱，維基唔係一個可以好用可靠料，但係一個即食嘅料。佢話咧，日本國家隊入過幾次邊界，入過決賽周邊界，有冇入過？克羅地亞嘅之前，我對你克羅地亞當年講埋入係一個隊長，阿蘇加，再拎佢蘇加睇翻當年佢，原來世界盃決賽周之前，佢已經一定變啦。嗰陣時克羅地亞都好勁啦，咁即係。嗰啲資料可以講多少少，準備定多一兩個例子，去鞏固翻你離傳嗰信息。如果唔係，因為反方用啲好似是而非冰島阿聯酋呢啲一次之後插水一場比賽贏，即係我覺得一場比賽勝負係冇太大嘅代表性嘅。如果你今日辯論正足球發展咗嘅話，即係冰島可以打和拉成功勢，都係發展到嘅。所以今日反方就用緊呢位加大你哋論證責任咯。但係我覺得今日你哋呢個位係用後場都無以為繼，所以可能下次你準備你哋離傳都準備多少少嘅資料去嘗試做你嘅回應呢位。咁所以我覺得呢位就係我見翻正方，因為我覺得正方上面係基本上嘅反駁做到，但係再落去嘅話，我見翻啲建議嘅話就係我啲例子上面要做多少，因為如果假如你都聽明白條主線嘅話咧。如果你冇聽過啊，可能你回應過啦。但如果你話聽得明嘅話，你今日如果你聽得明嘅話，應該今日對反方嘅弊處，我應該直接即係貪污問題啦。你回應到你就主辦過嗰樣嘢啦，會係。但係都回應得唔係好多，即係就驚事前嘅問題。但係人哋反方佢應該個弊處發達嚟講話，日後可能嗰個成本上升，冇人能夠承辦到呢個可持續嘅問題。但係你哋唔係好準確回應到，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就係、是。可能在立場聽嘢啦，預計啲出奇嘅打法嘅時候咧，你點樣可以盡你能力盡早去回應咯？因為本來你就好簡單，就係話有可能我提出個位置冇比較就你回應。但係今日我都疏翻，因為反方未能夠發揮更加大咁嘅力啫。如果下場反方去調主線打得 tricky 策略啲，然後再發揮更加大咁嘅力嘅話咧，你今日應該冇咁輕鬆。所以我覺得你正方嘅建議好，咁我評語暫時。例子的情况。
決俾反方嘅同學，反方嘅同學咧，你嘅論述上欠缺咗係咩？即係你冇同我冇提到同你講嗰個問題，你哋講緊啲乜嘢？我呢個係比較大嘅問題，因為你哋好似就係 expect 你一講嘅資料，我就會知道你係對應緊人哋邊一個嘅論點或者邊一個嘅論述去做反方，但係唔係啦，即係譬如無端端同我提到阿元有嘅例子咁樣啦，咁阿元我哋係想問人哋啲乜嘢咧？因為我係要思考，所以我覺得比較好嘅論述。主辦國在這個條例裡面是一個持份者來的，我都同意，不過
頭先咧，評判指出咗部分㗎啦，例如你話水平高咗，參賽等於水平高咗，定係決賽周等於水平高咗？首先我已經 clarify 到啦。我哪怕我當你係決賽周等於水平高咗，你入嚟冰島都好奇怪。佢入咗決賽周，唔等於佢係水平高咗㗎，啲事你又冇聽過。如果根據你哋嘅講法，個水平提高咗，咁冰島應該以學界解到入啦，係咪？係嘛？日本唔會大家覺得佢爆冷啦，中國都有打入過，打入過我唔好記得嗰屆嘅，但係佢應主辦過係咪啊？咁佢應該都例如韓國咁應該都屆屆入啦，係咪？伊朗屆屆入，即係如果你哋覺得呢、這個世界盃嗰個影響力係咁關鍵，咁如何個關鍵嘅原因喺邊咧？佢打決賽都打過幾場開心咗，你知道咧有啲球隊可能分組賽三場就拜拜㗎嘛，咁嗰三場有幾關鍵咧？你呢個冇推論過嘅完全。如果你可以想象今日對方咧，佢即組織得伶俐啲，或者咧尖鋭翻少少，佢淨係防財呢個推論，你要成個 con 散咗。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話可以更加大嘅好球，咁我其實花咗啲時間，我到而家都唔肯定咧。可能係我聽得唔清楚啦。究竟佢擴篇可以去擴篇我明啦，咁又48局啦。但係點解擴篇之後或者改制之後可以令到更加多球隊去參加外圍賽咧？我理解唔到啊呢樣嘢，因為咧喺你哋個開面同埋一副咧強調咗好多次話改制嘅好處係令到件事更普及，因為有更加多嘅賽隊可以入外圍賽，關咩事咧？其實我理解唔到，即可能有啲嘢我理解唔到，又或者我聽嘅時候可能我聽漏咗啲嘢，但係你一而再再而三都係咁，當時我都完全 pick 唔到呢件事喺邊。咁係你係想講夾埋一齊都會有，即係同時嘅改制係包埋加外圍賽啊？我理解嘅係佢話，當嗰個決賽周多咗隊之後咧，多咗隊會想參加，咁多機會決賽周。我理解佢嘅數應該係可能唔錯嘅，OK？ 即係我理解你用過去數字就係話，當年擴編咗之後咧，嗰、那個參加外圍賽隊伍增加，應該話嗰、那個因為多機會決賽周，多咗國家想參加嗰屆世界盃，我理解呢樣。哦，多咗人參加世界盃就多咗希望，多咗希望就大家想多咗去爭，即係就多咗人咧係想入呢個外圍賽爭外圍賽意欲啦。但係個結佢講嘅時候係淨得頭同尾嘅喎，中間甩曬喎。我到而家多謝劉翔，佢好明顯食咗早餐落嚟啦。所以咧，我就多謝佢幫我老母。但係你可想而知咧，就係我頭先嗰個問題，嗰個推論咧唔甩曬嘅中間，又或者你最強嘅嗰個看錢嘅問題。都冇好好 organize 咁做，究竟啲錢係有幾重要咧？例如我唔肯定啊嚇，不過我好似知道咧，入決賽周係有獎金嘅。咁最簡單，多數都有獎金。咁好唔好啊？你哋話世界足球發展啊嘛，咁佢哋冇得話唔好㗎，因為錢多冇人話唔好㗎。你可以話錢多唔係最關鍵，你可以咁樣 argue， 但係你唔可以話錢多唔好㗎嘛。又或者調翻轉頭，你哋講嗰啲例如佢啲錢係從何來嘅，如何多咗，你哋都冇演繹過嘅喎。多咗16隊，所以多咗16個國家會買直播權、轉播權，多咗幾廿場賽事，所以正常地個廣告費又會增。多咗好多球隊，所以門票收入明顯係都會多咗。我唔知啊，我甚至冇聽過你哋論述呢樣。都唔係好聽到啲錢到最尾 ，OK， 除咗獎金直接嘅，有冇啲間接嘅？例如，有冇啲錢攞咗嚟幫嗰啲國家起設施嘅？有冇啲錢幫咗做青訓嘅？有冇即係你調翻轉頭諗，一個球隊真係好鬼死多嘢要錢喎？你用翻辯論隊都知啦，有一個教練同有10個教練咧有分別啦。咁你強隊嗰啲教練係乜嘢咧？體能有一個教練啦，以我哋嘅誒策略有一個教練啦。跟住營養師有幾個啦，咁樣噶嘛，咁佢全部都錢嚟嘅。咁所以其實錢真係好緊要，所以第一要交會費交準時啦，真係好緊要。咁所以我會覺得你呢一個 picture 咧就講得唔夠豐富啦。如果今日對嗰個組織係好啲，再加上其實